I'm the beneficiary of just the original design. So just finish up the weekend nice for Mik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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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nice. People in who are showing the back. Maybe she'll come with a stick as well and make you feel more up. Who would go to like Microsoft or... 大家好，我借着这个这么阳光明媚的时刻哈、喝着最昂贵的菊花茶，因为我相信这三磅二还是给的是你坐在这儿的环境，这种温暖的阳光，非常空大的一个场地在前面，像个广场一样，然后四周都是建筑，都是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建筑吧。啊，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旁边，我也不好说得太大声哈。关键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涉外婚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涉外婚姻是多么的啊，令人向往哦。还有很多人觉得很好奇，有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哈，有些人觉得想跃跃欲试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因为年轻嘛，没有想那么多了，当时是吧，希望有个家，然后第四婚姻又不太好，不太成功，于是也没特别想吧，我说换换环境，换换环境，从香港来英国，所以就也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当时想来也就来了，也没觉得有什么难吧，就是这样。但是住了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发现这种非常特别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是我就用我的话说，就好像活在一个空隙里，这个中间的感觉，就好像是因为你回国的时候家人呢、朋友啊，都当你是已经是在外国了，是半个外国人了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了，总之你是被划出界了，会划出去的那一部分的就好像没有外边世界哈、跟我们有大不同了又有钱了，生活好了，其实一回去还真不是这样。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感受吧。你说哎呀，国外你们的这样整个就是说，你从精神上跟你这种生活空间这个肉体上，你真是脱离了，对不对？你是比较彻底的脱离了，因为你那边没有房子，没有地，没有家具，没有男朋友哈，也没有钱财，所以就是离得比较彻底。特别是我又是先去的香港，于是在香港十年再来到英国，那就离开中国的那种感觉就更彻底了哈。但是从情感上是没有了，情感上你说在这边没有亲人是吧，多少年都没转过来这个弯呢，老是这个家的概念还是在中国那片国土上哥哥姐姐父母朋友亲戚是这样，那这是一种感受吧，就是一种中间已经在一个距离的一个距离感了，已经是离开自己的那个文化的国土的人群的然后因为当时也年轻吧，没有感觉那么多反正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吧。因为说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出国热呢，所谓出国热没有热呢，二十多年前的那会儿我们还不是出国热呢，还没有到热呢，因为只是在什么文艺团体里啊，有一两个什么有拉大提琴的出去了，也是那种孩子也是比较向往国外的，然后也是经常爱染个头发卷着头发，当时有人有卷头发，那就觉得稀罕的不得了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就以为是不是他，然后那卷头发那姐们还说是他啤酒染的，其实我们
谁都不知道是化学药粉染的，现在都不算屁事了哈，任何人都可以染头发了。但是二十六七年前的时候，二十八年前或者甚至三十年前的时候，啊、真不是这样的。嗯，然后啊、就觉得出国没有什么，也没有觉得哎呀，出国是那么件好事，因为你要说人家语言嘛，而且你还要背井离乡，我们都是这种感受。嗯，二十多一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吧，就觉得当时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两个在自己圈子里才有一两个人出去，啊，所以就没觉得是一件什么大事，也没有觉得啊像现在这样，特别是这一两年呢，啊，这些一些中国人要削尖脑袋的出来哈，我也不知道哈，说的不一定准确。就是说他们确实是啊觉得要逃离的状态，一种又迫不及待的状态的。我不知道，我们家人没有这个状态哈，我们现在的中国家人还他们觉得还过得去。那所以这种出国热不像现在，所以当时也就好像很简单的就来到英国了，来到英国。然后当时去香港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联系跟家人，也是没有现在这么电话这么方便，啊，可以随时还可以看到彼此哈，这真是现代科技。当时一年写封信，也就这么过了一天，就是过在当下这样子，嗯，忙着自己的事儿。然后这是我现在就是说现在感受的吧。然后另外为什么我说这个所谓这个。涉外婚姻啊，这是个新名词儿哈，涉外婚姻，这边就是叫混的婚姻 ，mix marriage， 就是明显的就是说不是两个种族的人的这种结婚哈，然后现在还有 gay marriage， 就是同性恋结婚哈。那不同形式的了，因为结婚不仅仅是为了相爱的人，而且他还有一些房产问题，还有一些养老问题，特别是在英国这边，需要有一个一个能可以相依为命的，到老了，然后未来八十岁啊，然后最后临去世的十年能有一个依靠，这都是正常的了。那我的另外一个从英国这边看我们呢。就是我们跟英国人结婚的这些人呢，他们看我们呢，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说我们两边都搭不着边，脚踩两只船这种感觉，你就在中间，这个比这叉可能大点哈，有时候闪了腰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小点还觉得安全，反正就是往左靠靠，往右靠靠，我觉得是说白了是这样。于是你怎么看他也是外国人呢，对吧？咱们是外国人了，人家你肯定是很多英国人没有学中文，所以你跟家里打电话他也听不懂啊，也不知道说什么，是不是说他好说他坏还是害他呢啊，这些事儿开玩笑，这都是正常了。我们有一种血浓于水啊，然后还有这个文化的这种相同啊，确实是容易拉近彼此的关系。所以英国婚姻他们看我们当然是外国人，但是当然你要生了孩子啊，你在这生活二十年，你的这种接近是不太一样的。They'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Yatsuway. Oh, great, carry on. That's ridiculous. 这边有三个英国妇女，她们就在一个桌子以外的地方互相打电话，在联系。你在哪里？还没看见彼此，很有意思。后来发现，哎呀，你就坐在对面的桌子上。你说老人家花眼也不至于花到这么程度哈。所以我觉得涉外婚姻不光是一个什么文化的融化呀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问题。这个王不看绿豆的话，看对眼了呢，你就是真正的喜爱对方、欣赏对方，你怎么看他都顺，对不对？什么文化不文化，我这个语言不语言的，慢慢他会是可以交融的，是可以交流的，语言会在进步的，是吧？我是在吵架的时候，我的英文是最棒的，可见是带着激情的哈。
那我觉得语言是到底是什么够呢？语言的交流还有情感的交流，其实还是在事上嘛。你做事的时候，你才会被对方觉得你好或者不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语言是个问题，但也不是个大问题。关键是就是说你在交流上能不能让彼此能够达到一定的满足。我觉得男人的心态是重要的事，他觉得他找到他要的这个人了，他才会开心一辈子，否则他就会不断的恋爱啊，不断的会堕入情网，因为他身边的这个女人让他很痛苦哈。女人也一样啊，女人我们也有自己的权利，要选择正确的人啊，选择不对了能纠正就马上纠正，纠正不了呢你也得就往下扛着啊。我觉得人还是看淡点，看坏一点吧，要轻松面对每一天，我们多给对方空间，多给对方一些自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良。我们不用拴得那么紧，绑得那么死，是吧？人家也是个大活人，所以我今天就自己出来了。然后呢，我还撞到那个荷兰的一个单身女人，挺有意思，了解一下荷兰的生活啊。她的英文也是说的有些吃力，但是很好。这就是我今天出来的一些经历，然后坐在阳光下喝一杯最很贵的茶，然后就这女人，现在这女人就在她的右边那桌子上跟我左边这两位女人那儿打电话，结果他们发现特别能聊，这两位哎呀聊得真厉害，聊得太厉害了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入乡随俗吧，完全在于我们个人的选择。如果你说你整天就是哎呀来了国外也说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是吧，跟中国比你要愿意这样比，我也改变不了，是吧？你要不比呢，就说入乡随俗就这么过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婚姻所谓涉外婚姻的这种活在夹缝中间的感觉，我是最强烈的了。我现在是最强烈的了，因为很多人所谓涉外婚姻，他有些年轻的女人就为了来英国就找了老头了。老头确实大过他20-30岁，时间长了呢，他肯定是都这个老的满足不了年轻的了。那这大家就离婚，所以很多离婚是多方面的原因、多方面的因素、多方面的势力的。所以这是。确实是有分门别类的婚姻状况、婚姻情况吧。但是我说，我今天讲的就是在正常的婚姻状态下，在正常的结婚生活的状态下，还有我个人这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在夹缝中间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当你是半个外国人了，外国人在英国还当你是个中国人，那就是在这种夹缝中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摆平它，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处理它。所以别无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就好好面对了，对不对？好，加油！如果您想嫁到国外的话，不要放过机会，加油加油！谢谢您，谢谢您的时间，谢谢您收看，这是伦敦，这是春阳牡丹在英国，谢谢您，再见。Maybe one of the guys who's involved in